伊朗。做这件事，你家己要怎解决？所以，对啊，为虾开始啊？大天山。啊笑，因为笑的时候，你的胃跟脾会开，营养吸收就好，要产生肉。来看这里。右腿，这条是肝，好、哦，右腿真的是肝。阿爸说，右边的胸乳房下面叫肝，右边的乳房下面叫肝，肝开窍眼睛，肝开窍眼睛，显现在睛，显现在睛。所以这是假药常怎样？接下去，你肝经通了，你的筋就安啦，有弹性。好，左边这边是脾，左边乳房下面是脾，脾开窍一口，显现在肉，所以左边你这边要怎样？拍下去，所以要怎样？快快乐乐拍下去，很喜悦，因为嘴巴眼睛是谁的开关？肝、脾的开关，所以快快乐乐的。慢慢怎样？让它怎样？慢慢下去。当你能够下去的时候，肝脾下去，你吃东西吃进去的东西，在你的胃肠消化，小肠就能够怎样吸收？吸收把乳房都吸起来。平常有空没空，卖怎么整？你不要多，都会很晒啊。啊，剩下嘛？他怎么？阿婆就往这边，阿婆这嘛会使。为什么要叫你做这个动作？因为这个动作有一个机关在里面，因为这里面有一条筋，经络叫做胆经。它叫环跳穴，在这个这么深的位置，不是这边，所以摸一点点摸不到，它是这么深的位置，很深，你怎么压不到？那怎么办？面拿，我用身体的重量，直直的，迈粗粗，还能没有力量，这样比较有力量，对不对？那电啊，谁怕谁？因为我们自己要当医生。我都把你淹到好你胃疼，啊，无你卖走个咧，我甲你淹，你细菌你甲它带喺内面，不如甲你淹，淹到好你挨地叫母，最紧要让你放个走，对不对？这边好了，换这一边，我看到不？所以你拉淹，卡身这把轮拉来拉 Q， 拉 Q， 我后边才会经络。神经血管怎样能够畅通？这就这样呢。啊，你若当去这样呢，啊，骨落去啊，问题就来了。后边就跌掉。伊所谓年纪较侪的人，后边才跌掉，上上欢喜。神经，因为吼，安怎伊也以为好，伊无在了，反正伊反正吼，啥物有老分，拉茶油剂、拉白，搞了叫生油剂。医生要他去开刀啊。永远医不好，你看完大以后还是医不好哈。但是你先把你的屁股的肉怎么样去强化，抹盐抹盐，他呢想办法先。那我回去要帮他按，帮你大儿子按，对不对？想办法。另外，来，你帮我加个帮你按的他，就是那里，他的。一定差得多。哎，我怎么那么软？啊！你帮你拉面卡，没摸嘛，点票票，啊，点票票，所以怎样？好，来想摸老师脚，来摸摸这个摸你脚，看看比一比，看看螺丝没有锁吗？因为我妈妈把我生下来忘记锁螺丝了。老师，我问你，我骨头都比你还嘛？看，这根都骨头比。